OK，在这一边呢，它是view from atop of lighthouse on and the coast。然后 beacon of the lighthouse send out light ray as shown in the diagram。所以它是同时前后两边一起发出那个灯光了，然后它就一直转。OK，所以我假设它现在是顺时转了。然后the light ray move along the coast at the angle of x，这个是我的度数 x。所以零度的时候呢，你想象零度的时候，它就来到这一边，OK，然后它就90度的时候，它就没有照到了，它就去到 infinity，去到很远很远，然后90度的时候没有照到，然后可是90度的时候，另一个光线在这边，然后它就从很远很远这样上来，然后过后它又没有了，OK，到180度的时候在这边，然后270的时候又到这边，然后270到360这样，所以它的那个 tangent graph 是这样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的这一边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它是 s，然后这个是500，这个是 x。然后我们假设你想象一下，我这一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，OK，我有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x，然后这边是500，然后这边是 s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90度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的 opposite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adjacent，所以我们呢。Tangent x 会是等于 s 除500，然后所以我的 s 等于500 tangent x 这样，OK，所以在我的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的 function for distance s 呢是500 tangent x，OK，然后过后呢，它的 amplitude tangent 是没有 amplitude 的，OK，我们只有 sin cos 才有 amplitude 的，然后它 period 呢是180，每180过一圈，OK。